训练苦练，生无可恋，移情别恋，恋爱一定要早好练。大家好，我是陈教练。今天我要教大家干嘛？今天我要教大家赛车。教谁赛车？小浩，你进来。小浩，你进来啦。你很红啊，很臭屁是不是？因为我红队的，当然红啊。全明星运动会红队的队长，你现在很红啊，都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是不是？啊，我也知道你是红队的，我红队的啊，我陈教练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有看你们那个全明星运动会啊，我也有看你的陈教练，谢谢啊，我有订阅，按小铃铛，加分享。我跟你讲，你在那个全明星运动会里面的表现很好。欸，你很尽责啊，你在那个运动会里面那个红队队长当得不错嘛。对啊，我有拿 MVP 啊。有很好啊。欸，你的朋友也有拿 MVP？ 有，我的朋友谁拿 MVP？ 陈汉典。很烂。有，我承认。他很烂。有，真的，他终于被他的教练讲他很烂，他真的蛮烂的。他太烂了，应该找我去全明星运动会才对啊。真的。因为我什么都会啊。对。我跟你讲，我有注意到哦，你不管是训练苦练，你都是最早到，而且你会开一台娃娃车。载着你所有的队员到处去训练，没错。但是你就只会开娃娃车。我今天要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车手。我就是赛车手啊。对，你就是一个娃娃车的赛车手。我是赛车手。你是娃娃车的赛车手。你是赛狼啊！你很烂，你才烂呢、欸！你更烂。来啊，等一下来试试看，来试试看，来。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车子，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车子呢，都不是我的，是我的。哇，一个娃娃车的赛车手，还有一个车队啊，必须的啊，有娃娃车，既然当然就是要有车队啊。哦，啊，你刚刚说你们这个车队叫什么？我们的车队叫做 How Racing Team， 如何赛车？不是，是为什么要赛车？为什么要赛车 ？How about you？How old are you？ 对，好很多意思、啊。对，好很多意思、啊，好很多意思啊。OK， 随便都可以。然后今天我们其实来到这个地方是，你会看风光明媚。对，离开台北每天下雨，然后每天潮湿又冷的地方，我们来到是彰化的 K1 赛车场。K1，、来到人家的赛车场，我先帮你介绍一下这边的老板。好，看看多厉害嘛，介绍出来。这边呢就是我右手边这一位，他叫做蔡成阳，他的名字叫做 Jimmy。老高，老高 ，Jimmy， 快起来，快起来。然后呢，他也是呢，2020年的卡丁车总冠军哟，而且多次代表台湾参加世界杯哦。再来，还有没有厉害？来，我丰功伟业讲出来。后面这位叫做 Benson， 他开卡丁车的资历差不多已经14年了，从5岁开始接触卡丁车赛事，有多次参加亚洲赛的经验，然后拿下亚洲的总冠军。那他玩车的这个年龄跟我差不多嘛？还不错啦，有吗？有资格，有资格。我也玩很久啊。你玩多久？大概20年了。哎呦，然后你就知道了。还有谁啊？来，还有这位，这位我知道了。你知道？他是红队的那个羽毛球教练嘛？啊，对对对对对，红队一起划龙舟嘛？对对对，一宿，那个我知道。哦，他这一位跟大家介绍，他叫做瑞，然后也是我们车队里面一个非常闪亮之星，然后也参加过世界赛。闪亮之星那是棒球队啊。也是啊，我知道你有参加最佳三垒手，你朋友陈汉典，陈汉典有参加啦。对，他多闪亮。对，哦，他很闪亮。他除了在卡丁车的赛事上面不错，而且他有参加红队的练习，因为他来参加龙舟的时候，汉典没来。每次躲避球的时候，汉典没来。然后呢，打羽球的时候，汉典也只有来一次。所以也代表我们瑞的出席的练习的比陈汉典还多。陈汉典你很烂。还有没有？我看看有没有。还有呢，我们呢，整个团队最强的后盾。哎，自我介绍，吓吓他。对，让陈教练知道一下。他叫阿志，阿志，可以玩的阿志，奥斯汀，他是奥斯汀。嗨，我是 Hank，
他叫 Hank，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最强的后盾吗？因为其实赛车真的不是一个你有多强的赛车手跟一台车就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赛事。赛车这个运动是一个团队的，团队。毕竟你已经玩了20年，对，这个我知道。好了啦，你不要想那么多了啦，你讲讲你自己多厉害嘛。大家好，我是姚元浩。去年啊，2020年的时候拿下呢台湾 Master DD2 的总冠军。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啦，我是陈教练。我拿过这个2002年自来水杯舞蹈大赛的总亚军啊。你们不要用那种啊很崇拜的眼光看着我好不好？请扫息，请扫息。教练，我有事想请教你，不是要教我们赛车吗？对啊，舞蹈冠军跟赛车有什么关系？那是我另外的才华吧。好，接下来要教大家干嘛？设备很重要。装备啊，设备，装备很重要。自来水杯修水管是有设备啊，装备很重要，赛车的装备很重要。大家来看看我的装备 ，Let's go。哎、欸，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帅啊？穿起来之后，你刚综艺效果做得好，但是我不知道后置会不会这样剪。会啊，他已经是这样弄了。哎呦，我觉得你这穿起来就还好。我只能告诉你说，教练，你穿这样，等一下下去可能没有办法回来。我跟你讲。我等一下下场之后，会让你吓到不要不要。他只是娃娃车的赛车手，他是都没有搭上娃娃车的迟到陈汉典的朋友。来，我们到场上来比。好，来来来来，你来。我们现在呢就正式来比赛了，我会让你输到不要不要的。我的车号是410，看好了啊，会不会紧张？会不会害怕？会。大声一点。会。很好，来，场上见。怎么样？比完之后，我的头发是不是乱到你不要不要的？没有，刚刚有造型师帮你调。不要在那边乱讲话啦！我跟你讲，我刚刚比赛的时候啊，让你们让得很辛苦，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是让你们一整圈，不是，那不是让我们，是我超过你两次了。没有，是我在让你哦、喔， oh, okay. 我让你两圈了，意思就是让你两圈。对，让我两圈了。OK， 今天有学到哈、喔。有，之后有什么问题打给我。有，我的 line 什么你都有。对，哦、喔，对，哦、喔欸，安全帽很贵，不要乱放，哎、欸，不要掉地上。哦、喔，对对对。哎、欸，我帮你拿就好了。好、喔、，OK， 是、喔、是教练、欸，是教练。啊、喔，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好，我知道。任何运动项目我都会。来，哎、欸、哎、欸，喊一下，喊一下，喊一下。哎，来。红队 ，Sorry。他明明没有来，然后讲他。屁啦！我有练，好不好？我有练习，我有练习。那个吼，其实就应该要这样。那个这个，我想这个运动哦，我们要专心去面对他。这个球过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打？对呀、啊，但是他实际上他又没有来。不是啊，啊我讲那些也没有用啊。要不然你对那个这个要这样，下面扣上面。哦，是啊，上面扣下面。哦，要不然他会往上飘。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太离谱了，没救了，真的太离谱了，我自己觉得太离谱。那难怪他们会笑出来，他跟 Niki 哥在后面笑，因为已经知道没救了，是放弃了，放弃了。就跟有人三分球一颗都没进，然后就劈成投、oh, Zero ，对，劈成投一颗球，我们好像赢得世界赛一样。那个很、欸、就是放弃了，那是那一集的亮点，对啊，真的啊，我们这样冲出去多好笑、哦，所以我们真的有，你看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冲出去的嘛，因为你知道谁教我的嘛，就是陈教练，陈教练教我就是我就是烂。烂就是我就烂，要把镜头抢到。对。既然你都已经看到这里，就顺便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次首播了。